合作潘天京十二档一届的回乡活动，今年的主题定做是海表盛会。对农历的十月初一开始，要敬东石郡回乡200多斤的寺庙。现在进行17天的要敬队伍，最上午是来到六卡乡六米地区回乡。要敬队伍当中是不时有民众想要弄龙虎胆，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来弄龙虎胆呢？董事长王如金表示，潘天京的龙虎胆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受到皇帝赐封的，是相当的灵验。因此，每一个要紧总是看到大人带着囡仔来弄龙虎胆，祈求囡仔会当赶紧大汉好有气。相传先人来台湾时阵，过乌水沟时常拢会发生震动，这是因为乌水沟内底带一只灵伫咧作怪。妈祖为着保护先人来台湾的安全，将伊收伫咧地下修行，交由千里眼孙弘利两位将军来管理。因此，潘天京妈祖出巡要紧的时阵，拢会当看到剑童派着牡丹双剑合龙虎胆做伙出巡要紧，主要是有道路进风的意思。在咧要紧当中，会分别伫咧龙头和虎头内底添入贡末，和龙头和虎头的口中会吐出烟。打入贡末，除了讲和龙虎胆看起来更加有威严，嘛表示讲因伫咧修行。用这个将军的这个龙虎胆吼，啊，咱就受到咱迄个皇帝的迄个贴封。所以讲哦，咱台湾所有龙虎胆的哦，这个将军吼嘛，我食少啦。哎，你那囡仔吼来问过龙虎胆吼？咱这老辈讲，较好有钱哦，较会当庇佑咱大家吼，让咱平安顺心。对龙虎胆的故事，会当看出妈祖伫咧警惕世人唔通作恶，那无将会自食恶果。但是其中买当看出着妈祖的慈悲心，因为妈祖将龙和虎伫嗲，并唔是予因因世不得欢心，而是继续予因伫咧妈祖的座下修行，分习正法。所以加上讲话，表示讲肉身死去啊，不过灵体依然个存在。因此妈祖除了劝人为善，唔通作恶之外，嘛予众生改革自新的机会。细心新闻，绝对成立家乡财。